一锅肉，炖肉啊，炖肉，把那个肉切大一点。兄弟们，你们感觉这个肉怎么吃好一点啊？今天过节嘛，兄弟们，今天过国庆节啊，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兄弟们！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祝，哎，小雨，你干什么去啊？我那个啥，你先不要动，我等我过来，等我过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小雨啊，你干什么去啊？我去搬笋子呀。去搬什么？我去山上搬笋子呀，昨天下大雨嘛，然后今天笋子刚好肯定就长出来了嘛，我就去搬嘛。哦，去山上搬笋子啊。你怎么上来了？不是我上来那个啥，就是有点事儿啊。当当当当，看到了没有？做什么？啊？做什么？做什么？今天那个啥呀、啊？今天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今天什么节？对呀、啊。今天什么节啊？什么节呀、啊？情人节？什么情人节？兄弟们，今天是什么节？告诉他今天是什么节。今天是什么节日你都不知道啊？今天什么节？你再好好想一想。你好好想一想。你生日啊？你生日吗？我生。三哥，是不是你生日呀？不是我生日，今天是过一个节。过节？直播间的兄弟们，有没有人知道今天过什么节的呀？鬼节？什么鬼节？我今天你看，我拿了肉，还有土豆，我就是上来就是想跟你吃饭。三哥，我去搬笋子去了。我没在家里等我，行不行？哎呦，我没有闹啊，我没有闹啊。今天你再好好想一想，今天过节过什么节？兄弟们，直播间有没有人知道过什么节的？你们打在公屏上啊，兄弟们。国庆节。啊？国庆节。今天10月1号了吗？对呀、啊，你难道你还不知道今天是10月1号啊？看。看到没有，我带了这么多东西，看到没有？走，回去了。不是我，你上来你还带这么多东西？不是，小雨啊，今天不是过节吗？你今天就休息一下嘛，休息一下，然后我做饭吃嘛，休息一下做饭吃，我材料我都带了呀，食材都带了。不是我。万一我就是主要是不去搬的话，我怕别人搬完了。不去搬，别人搬完了。啊、嗯！你这样子吃完饭，我跟你一起去，我帮你搬，行不行？你倒不用了吧，你会做农业吗？我肯定会做呀！来，拿着，小雨，拿着，走，回去了，走，回去了，走，兄弟们，咱们现在回去煮肉了啊，回去煮肉了。小雨啊，你今天过什么节你都不知道吗？没有在意这些是不是、我主要是今天想去搬笋子。没事，走，小雨，那咱们回去做饭吃。啊？那你想怎么吃呀、啊？这个？我想怎么吃啊？对呀，你又提肉。这个、我想怎么吃，我还没想好啊。先进去吧，我问一下啊。兄弟们，怎么吃？兄弟们，今天怎么吃那坨肉？那坨肉怎么吃啊，兄弟们？哎，小雨，啊、你表哥呢？表哥啊，表哥也去搬笋子去了呀。你表哥去干什么？也出去干活去了呀。哦，出去干活去了是吧？啊，行，出去干活去了。那你坐了，三哥，你坐一会儿嘛。那个我看一下啊，炒来吃啊，兄弟们炒来吃吗？你们说怎么吃，兄弟们？你们感觉这肉大不大？啊？肉会不会太多了呀？啊？太多了呀！太多了，没事啊，我一个嘛，还有你，你表哥，都可以的嘛，我们三个人吃刚好，差不多。不是，那这个肉怎么吃呢？红烧吗，兄弟们？红烧行不行？红烧行不行，兄弟们？红烧吧。红烧。红烧肉我没做过红烧肉。啊？主要是我怕你吃不惯我做的。我吃不惯。嗯，红烧肉，我们一般就兼职吃红烧肉的话，我也没怎么经常做。
没事的，没事的，你怎么做我怎么吃，你怎么做我怎么吃嘛，啊。那我把火烧着是吧？嗯，那现在做，现在几点了呀？现在12点过了。12点了啊，那我去把火烧着嘛，你坐一会儿嘛。啊，行、嗯、好。兄弟们，红烧行不行？兄弟们，红烧行不行？哥姐们，啊，红烧行不行？兄弟们，今天我来那个就是那个小雨的家啊，在小雨家里面，然后做那个做饭吃，兄弟们，啊，把鸡杀了，杀鸡啊，表哥打人。别，兄弟们不要乱说呀，兄弟们，这鸡杀了那个啥，兄弟们红烧行不行？兄弟们红烧啊，红什么什么红烧啊，红不是，是这样的，兄弟们，我今天不是国庆节吗？哎，小雨啊，过节啊？不是，我没有注意。你没有注意？哎呦，主要是没注意啊，我没注意这些。你们在这山上的话，一般不注意这些节日，是不是？主要是我想的是今天就是一天就想着做什么活，干什么活。哦，就每天的话就想着就是说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是不是？就没有想过就是说节日什么之类的，是吧？啊，没有平时没有注重，是吧？对呀。哦，兄弟们，这坨肉，兄弟们，这坨肉很大，兄弟们。给你们看一眼，兄弟们，就这坨肉，你们说怎么吃啊，兄弟们，这坨肉。哎，那个小雨，我土豆我都拿上来了，等一下把土豆炖在里面嘛。土豆炖那个炖肉。土豆炖肉。对，土豆炖肉，你觉得行不行？浪费了，没有，没事，能吃多少我们宰多少嘛，对不对？兄弟们，左上角给大家发了一个福袋，哥姐们，没有参与福袋的可以参与福袋，兄弟们，你不会帮忙做饭吗？小雨会做呀，兄弟们，小雨会做呀。小雨，啊、红烧肉你会不会做？红烧肉我不太会做。红烧肉不太会做呀。我也不经常吃红烧，做那些红烧肉，我就兄弟们，红烧肉怎么吃啊，兄弟们？兄弟们，红烧肉怎么吃啊？兄弟们啊，兄弟们，红烧肉怎么吃？有没有人知道的，哥姐们？主要是，因为你们这边平时一般不吃红烧肉，是不是啊？一般就是说炒来吃，煎来吃，是不是啊？对呀，炒来吃嘛。哦，兄弟们，他们在这个山上，然后的话就是，那个没有做过，没有啊，好，他们在这个山上没有做过什么大菜，兄弟们，所以说都是做一些小菜，哥姐们，红烧肉、土豆炖鸡好吃，兄弟们，这是小雨家养的鸡，要不要宰个鸡，兄弟们？我怕他，兄弟们，我怕把小雨的鸡宰了，等一下他表哥回来要收拾我呀，兄弟们，等一下他表哥回来收拾我怎么办，兄弟们啊？小雨，啊、这个锅怎么生锈了呀？这个锅？锅就是这样嘛，因为天天在外面放着嘛。哦，天天在哦，兄弟们，这个锅，它这个锅的话是天天在这个外面放着，嗯、然后风吹雨晒，然后而且我感觉你这个锅应该是开口没有开好，兄弟们，对，开口，你知道开口吗？开口什么？就是锅，你拿回来要烧，知道吧？要把它烧一遍，烧一遍的话，它以后的话不会粘锅，不会干什么，知道吧？烧锅。哎，对，烧锅。需要怎么烧呀？啊？那需要怎么烧呀？需要怎么烧啊？就是用那个火枪来烧，对不对，兄弟们？是不是要用火枪啊？我记得烧这个锅就开锅，对，开锅要用那个火枪来烧，都生锈了，对，这个生锈了还能吃吗？能，我们天天就这样做来吃呀。天天就是做这个，用这个锅来做吃的呀。啊。哦。不能吃吗？能吃，应该没事。你习惯吗？啊？习惯吗？这样吃？这有啥呀？这有啥？猪油放起来，在上面搅。猪油放起来，在上面搅啊！猪油放起来，在上面怎么搅？放点油开锅。哦，对，要放点油。对，要放点油。兄弟们，红烧肉怎么吃？这个土豆要不要我？需不需要我做什么呀？小雨？啊？需不需？有没有什么我要做的？嗯，
我就别做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嘛？有没有我帮忙的嘛？你用大火加猪油，不是那个那种铁，不是那种铁是什么？烧水杀鸡顾及吗？烧水杀鸡啊？鸡要烧啊，鸡要杀呀、啊，要杀鸡吃吗，兄弟们？那等一下他表哥回来，我们说，兄弟们，啊，去秀先，要去秀。平时你不吃饭吗？我平时要吃饭呀，平时我肯定要吃饭的呀。三哥，你这个红烧肉怎么做嘛？啊？你这个红烧肉怎么做嘛？你不会做吗？我不会做你们那个红烧肉。不会做我们的。忙，我问一下，兄弟们，红烧肉怎么做啊？要不我就直接给你进来吃了吧。啊？主要是你那个红烧肉我不太会做呀。兄弟们，红烧肉你先把它切成一坨一坨的，好像要切成一坨一坨的，是不是啊？你把它切嘛，切成一坨嘛，你能切不？小雨干什么？小雨烟抽到你眼睛了是不是啊？啊？小雨生气了。怎么了，小雨？怎么了呀，小雨？这个肉怎么了呀？这个肉能吃啊，他们送给我的。送给你的。啊。送给你的。啊。你放了多久了呀？我不知道，他今天送给我的，别人今天送给我的呀。你这干什么？一直对着我，我不好意思了。哦。怎么了，小雨？怎么了？不是，兄弟们，是小雨怎么了呀？怎么？啊？就切成一坨一坨的呀。红烧肉，兄弟们卡吗？哥姐们，卡不卡？小雨，主播哥哥，小雨是养鸡的吗？小雨他们说你是养鸡的吗？嗯，我养的，这是我养的呀。这些就是你养的是吧？哦，兄弟们。小雨，锅里面要不要先放点水进去啊？等一下锅烧，等一下锅会不会烧穿啊？有点卡是不是啊？山上兄弟们，我在小雨这里。我的妈呀！卡我也没办法呀，我在山上没办法呀。主要是我不会做你想吃那个红烧肉呀。你怎么知道我想吃什么的红烧肉啊？你们这边红烧肉是怎么做的吗？我们这边不做红烧肉。对呀、啊，一句话我就知道了嘛。你们这边烧肉是吧？不做。哦，不做红烧肉吃是不是？不吃红烧肉。哦。就你先把肉把它切成一坨一坨的，我记得是。对。太卡了。兄弟们，我现在在山上，我没办法呀。这山上没太大的办法，确实有点卡。你坐着玩呢，你就这样坐着玩。
那你们这边一般是怎么吃啊，小雨？煎着吃。肉不先洗干净吗？小雨，他们说肉好像要先洗一下。对，肉好像是要先洗一下，小雨。那你让我直接切的吗？那你来做嘛，我看你怎么做的。你不懂就不要乱说，谁说肉要洗的，又不是菜肉洗的就不香了。它主要这个是冻在冰箱里过的，冻在冰箱里过的。我切了也可以洗啊。啊？我切了也可以洗吗？嗯，可以吗？可以啊，切了洗也行。兄弟们理解一下啊，因为没入过厨房，笨手笨脚的。兄弟们理解一下，因为小雨的话他没有就是做过红烧肉，他们这个山上你看嘛，兄弟们偏得很，这是大山上。啊？没有臭，肉没有臭的，溶解没有臭，那是肉，那肉主要是冻过，知道吧？冻过的话那个啥，别人给我的，兄弟们啊，肉是别人给我的，兄弟们啊，切大一团，大块大块的切哦，大一点点是不是啊？哦，也可以大一点点也可以。切好用温水洗是不是？用切好了以后用温水来洗是不是啊？哦，行行行，兄弟们，啊，因为我平时在家里面我也没怎么做饭，兄弟们啊，我以为小雨会做，然后小雨的话他们这边的话基本上说白了就是说大菜基本上都没做过，兄弟们。你看嘛，他们就是做些小菜啊什么的，做些小菜是可以的啊。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小雨，你们这边不用切了，这里就不用切了，不然的话等一下就是一坨肥的，吃不了。从这里它你可以从这里给它切过去，然后就是有瘦的也有肥的。快，这个刀吗？这个刀是他们山上自己，他们每天都要磨。这也不会切菜吧，手脚。小雨啊，你们这就是是怎么做些什么吃啊，小雨。你们那里面是干净的水吗，小雨？嗯。哦哦。还有啊，三哥啊，谢谢送的小星星啊，感谢送的小星星。
兄弟们，小雨要开始展示才艺了啊、哦！小雨，笑一个，笑一个。小雨，你好不好奇我们那边是就是过节啊什么的，是吃什么呀？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吃什么。嗯，你不好奇吗？那你们那边吃什么？啊？你们那边是吃什么吗？我们那边啊，我们那边的话，一般就是过节就是吃那个大菜呀、啊，就是比如说炖鸡呀、啊、炖鸭呀、啊、那种，那么大菜。有的时候吃得好吧，有的时候也吃得不好，吃腻了就感觉没那个啥了。这锅还能用吗？这锅那我做出来你吃吗？啊？那我做出来你吃吗？你做出来我肯定吃啊，你做出来的我吃啊，我肯定吃啊。兄弟们吃不吃啊？小雨做的饭吃不吃啊？兄弟们啊，你做的饭我肯定吃啊。你干什么呀，小雨？这小雨干什么去啊？公鸡布料杀个酒，这鸡啊，兄弟们，这鸡全是那个就是小雨和他表哥养的，哥哥姐们啊。那我要是给他宰了，等下他表哥回来不得把我那个啥，兄弟们，小雨就得乖乖了，什么就得乖乖了呀？你说他不高兴了，我没有说他呀，兄弟们，我没有说他呀，我没有说他，兄弟们，我哪有说他？小雨。我看你们里面还有一个锅，那个锅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那个锅是给鸡煮的。什么？是给鸡煮的。就那个锅的话是煮饭给喂鸡的，是不是？对。那里面那个锅的话是煮饭喂鸡的，哥哥姐们，所以说那个就没有那个啥啊。小雨做不来不高兴了，做不来你们说一下嘛，因为小雨平时确实也没有做过这种，知道吧？这是大山妹子最纯洁朴素的爱，谢谢你们啊，感谢袁卫红啊，对对对，说实话，当时我就是在这个大山里面，在这边旅游的，兄弟们，然后旅游的话，我就认识了小雨，小雨，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嗯，我记得呀。还记得是不是啊？嗯。这个女人来。哎呦，你不会，我不会啊，好姑娘是不是？兄弟们，小雨好不好？哥哥们，好的公屏上打个好字，好的公屏上打个好字，很多人就是说都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哥哥们，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我的视频，我主页的视频，哥哥们啊，我主页的视频。你这个土豆还要炖进去吗？啊？这个土豆还要炖进去吗？兄弟们，土豆要炖的，是不是？土豆我感觉要炖吧，炖起来要好吃一点哦。你觉得？啊？我不知道要炖呀。土豆，兄弟们，土豆要炖吗？哥姐们，要的打个要字。土豆要不要炖呢？土豆我记得好像红烧肉的话要土豆。要土豆呀？哎，要土豆的，你要把土豆削出来。啊，土豆要削出来。兄弟们，土豆要炖的，是不是？土豆和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炖在一起，是不是啊？红烧肉是吧？啊，对的，哎，对对对对对，土豆要炖在里面，要点辣椒吧。这个叫阿尔卑忒里斯还是卑里斯啊？我不知道你在哪里看的啊，他是老实人，对他好点。土豆用油炸一下最好，还要用油炸吗？
还用油炸吗？直接吃土豆，要辣椒好吃一点。哎，小雨，嗯，你们这边有辣椒吗？有啊，地里。地里啊。哎。他们要辣椒吗？要辣椒吗，兄弟们？辣椒要不要呀，兄弟们？要辣椒是不是好吃一点啊？辣椒有辣椒的话是不是好吃一点？不用，要，到底要不要啊，兄弟们？辣椒，我晓得你，啊，这个叫林辉的啊，我知道你啊。要不要辣椒，兄弟们？我操！慢一点，注意安全啊，小雨，你不要削到手了。我这小雨的刀工还可以啊，这个刀很快的，小雨，注意安全啊。红烧肉必须要辣椒啊。什么都没弄好就开始烧火了。小雨，快，锅要燃了，快，锅要燃了。我的妈，这小雨真行啊！这小雨你真行啊，小雨你真行啊，小雨两次了，小雨啊，兄弟们理解一下，兄弟们，这小雨我说实话，桌子上面还有一块肉，小雨说吃不完这么多。小雨说吃不完这么多，他说，留着下次吃。红烧肉要放冰糖是不是？没有冰糖啊，我们家。啊？我们家没有冰糖。没有冰糖没事，没有冰糖没有关系，咱们不吃冰糖就行。卡死了是吧？我在山上，可能信号有点不好，这里信号差得很，兄弟们啊，信号有点差。小雨太难了，主播帮忙干活，要我帮忙干什么吗？小雨，你愿意帮你就帮嘛，愿意帮你就帮嘛。没有声音吗？